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梅梅不能没有你，她很想你，我更不能没有你。结婚是我发的誓，不是白发的。我永远不会放弃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接你回家。 生日过得怎么样啊？开不开心啊？当然开心了。妈，我一直想跟您说，其实我想开个 party， 请同学们一起来吃蛋糕，他们都在等我通知。你这要求有点过分啊。行吧，妈妈考虑一下啊。那我问你啊，你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？那你是答应没答应？我不跟你说我考虑一下吗？那。 就是答应了，祖宗啊，我被你打扮了，答应你了，行了吧？啊，那我最想吃冰激凌火锅。你个小馋猫，走，妈妈带你去啊。等等你爸爸，忙着吧。哎，在做呀，真是你想不想？对呀。啊？来了。哎呦！来了，不不不，我的。 坐坐坐，哎呀，这大鱼呀！好嘞，哎呀，真好。菜都齐了啊！哎，好，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又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我爸做的菜啊，就和那音乐一样一流。我妈做的水打馅饺子也是一流。什么是水打馅饺？水打馅饺子啊，没责任，小西给他解释。哎，哎呀，甭老提我那个水打馅饺子。 我也就会那么一两首绝活，我怎么能跟肖老先生比呢？方大姐，我有这么老吗？都叫我肖老先生吗？叫什么？叫我方大姐。哦，对啊。咱俩年纪差不多，<笑>别叫大姐，叫我姐吧，姐吧。<笑>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先干一杯。哎，来。
天啊！夏老师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说。为了我们今天的相聚，我想唱一首歌，你来给我伴奏行吗？好啊，什么歌？啊，祝酒歌吧。好，写几个调。哎，红梅赞。啊。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。妈，我看这天都快下雨了，怎么一辆车都没有啊？没事，咱们再等一会儿啊。你怎么不开车呀？哎呦，我今天限号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小明阿姨。哎，洋洋，我又没说你生日快乐。快乐，快乐。张慧，我来接梅梅过生日去的，咱一起去吧。别开玩笑了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梅梅过生日嘛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多好啊。你别逗了，我带着她开心就行了。梅梅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们一起过生日吧。哎呦，我帮你拎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汤小蜜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别以为在我面前装的无辜、善良、楚楚可怜的，我就看不穿你。你无非也就是漂亮一点、年轻一点罢了。今天可是梅梅生日啊，你觉得你这样像个当妈的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？你给我停车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开的这个车都是我老公花钱买的。你充其量就是一个破坏我家庭的罪魁祸首，你赶紧给我停车，我才不坐你这个狐狸精的车呢。张慧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很爱你的前夫梁三江，我也很爱三江的女儿梅梅，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，我汤小咪才是三江的合法妻子，而且我也是梅梅的合法监护人，所以请你不要在这血口喷人、无理狡辩了，好不好？汤小咪，我让你停车，你听没听见？赶紧给我停车！我给你停。汤小咪，我告诉你，你少得意。下车。妈。走啊，梅梅。你下不下车呀？生梅梅的气，那我们一会儿到家，给妈妈打个电话。小明阿姨，其实我也很难受，我替我妈妈向你道歉。梅梅不难受，梅梅最乖了。小明阿姨也不对，刚才不应该当着你们的面跟妈妈吵架，小明阿姨道歉。别忘了，今天是我们梅梅的生日啊，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。我们祝梅梅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梅梅生日快乐，来鼓掌！梅梅生日快乐，真乖，梅梅，回家过生日去。爸，您忘了今天的主题了，是吃饭，不是音乐会。对对对对，肖先生说的对，吃饭。哎呀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！叔叔好。你好，妹妹，来把书包给爸爸。走。妹妹，爸爸和妈妈今天要给你个惊喜，你先把眼睛闭上好不好？一会儿爸爸让你睁再睁啊，乖。
谢谢小咪阿姨回来陪我过生日。哎呦，太乖了，我妹妹真乖。真乖。那我们开始许愿吧。好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那我们开始切蛋糕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来，妹妹。来，来，让小咪阿姨抓着。来，咱们一起。来，一二。弹对了，你的音感非常好。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，我唱音从来不跑调。我以前还吹过竖笛呢。好。哎，吹的那个叫什么曲？妈妈，那叫什么曲来着？余光曲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余光曲。你的这个单音非常美妙啊，给了我很多灵感。来来，你起来一下。G大和弦，还有 F 大和弦，还有 G 小和弦连在一起并不和谐，但是被你这么一连呢，反而显得很动听啊。来，你弹几个单音，我来给你配上和弦。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董卓，他也不是吕布，你更不是貂蝉，你这么搞不行！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叫比我大20多岁的人搞这一？你干嘛呀？你这还在人家家呢？人家肖老师在艺术方面造诣这么深，我跟他互相交流一下，这怎么了？这有什么错？我跟他有共同语言，我跟他说话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大家今天能够聚在这儿，不也是个缘分吗？我跟肖老师这么谈得来，对我来说，我也是个缘分呀！等等。你遇见到这种缘分以后呢？遇见以后就顺其自然呗。哎哎，阿姨！哎呀哎呀！叫出去啊！没事了，没事，到了医院就好了。你瞧瞧你们俩，哎呀，年龄相差那么大，人家都以为你们俩是父女呢，结果你们俩还谈恋爱，哎呦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啊？中国人在婚姻方面呢，传统的规矩是门当户对，年龄相当。你们都昏了头了啊，连祖宗的规矩你们都不要了。你能不能别在这瞎说话呀？再说了，这规矩不都是人定的吗？那怎么着？那我要是谈个恋爱，祖宗还得同意呗？你闭嘴。你这种话你都能说出口，哎呦，让我这个老脸，我真的我都没地儿搁了，我。是啊。妈没事吧？妈。这个方大姐，你们家人都来了，你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小西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。哎，等等，我来。扶我起来。哎呀，你们啊。啊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看看你们的妹妹小希啊，我这个无孝之女呀、啊！
我好心呢、啊，给小西介绍个对象，就是他儿子。啊，那个孩子不错，工作也挺好的，是个 IT 男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工资也不低。嘿，这小西没看上人家的儿子，倒看上他老子了。不能吧？没事吧？你没把人开玩笑说啊？不是方大姐，您这个误会了，你实在是过于敏感，不像你所说那么回事。真是吗？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？这位是萧野老师，我这只不过跟人家就是挺谈得来的，多说了几句话而已，根本不是像妈说的什么谈不谈恋爱。再说了，人家萧野老师给你送到医院，陪了你这么长时间，你跟人说谢谢了吗？不用，这样你们家人都到齐了，也没什么事了，那我就先告辞，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看也是您想的太多了，您让人走吧。您是方锦华的丈夫吗？对，他是我爸。不是，他跟我们家没关系，不是我们家人。哎呀，不是的。您没事啊，您看您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，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您就出院吧。妈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妈，您没事，咱妈没事。他怎么能没事呢？我难受极了。说你没事了，方大姐，您没事啊，你就是急火攻心。多休息会儿就行了，啊！肖老师，谢谢你啊，你看耽误你这么长时间。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毕竟这个事儿啊，发生在我们家，你们有什么事儿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。哎，告辞了。我送送你。好，没事。哎，小西。哎呀。送送就行了。妈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真是我！你让我说你点什么？你当着人面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你给不给人台阶下？给我装你！就是，到底有没有这？我们现在一头雾水啊！你们俩可岁数差太多了，妹妹，你可不能那么干。大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信我的就行了。你过来，大哥。哎呀，妈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妹子，你可跟哥哥说一声啊。啊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其实是咱妈喜欢萧爷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这不可不能瞎说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那是真的，咱妈喜欢萧爷，这可是好事啊。妹妹，你跟他又熟，你给他跟妈这么俩撺合撺合，这多好啊！这个，你别扯了，哥，你这什么怎么就两个人在一块撺合撺合？他们俩根本就不合适。再说了，妈刚刚当着人面说了那么难听的话。人家还能喜欢咱妈吗？你就不懂，我跟你讲，男女谈恋爱，这女的肯定是先拒绝男的，最后成的都是这个，没成的呢，一上来就好，成不了。不可能！什么事，大哥？你别着急啊，你不懂，我问问他。哎，小西，你说这萧野不会喜欢咱妈，你是不是希望萧野喜欢你啊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别在这瞎在这说？你说这个有点过分，妹子。你那往他身上来。妈妈说完之后，他一会儿就跟你急了。你不是男人，不知道他跟小野那个眼神，你肯定。我看了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。大哥，我赶过来。哎，上来。咱妈咋样了？妈不是在那儿吗？你自己不会看吗？我。你们俩矛盾还没好呢，我是我，但是他老憋着个劲儿，可肯定憋着个劲儿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儿借这机会，这妈这又闹病了，现在也没事了，借着机会俩人说话说话，走，看我妈就行，走。哎呀，高科来了。是妈，我一听说您病了，赶紧就往这儿赶。有一单生意啊，都没来得及签，那个咋样了您？好点吗？高科呀。啊。你们俩都是让我省心的好孩子啊！这个不行啊，这不行。我呀，没几年活头了。我最大的遗憾呢，就是没给小西相一个好人家，让他这么年轻就自暴自弃，糟蹋自己，可惜了。我怎么糟蹋了？小西，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没事啊，都没事。现在妈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大夫还说了，咱妈可以出院了，赶紧赶紧结账，让妈出院。结什么账啊？结什么账啊？肖爱老师都给结完了。哎呀，咱妈生病，她结什么账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
他就在那儿多情。我这还没输完液呢。高科最近表现不错，但是啊，没做到点儿上。做到点儿上就是别太大男子主义。慢慢体会我这个话去吧。是是是。妈妈是您说的特别对，要不您还是跟我回家吧。妈要回我的家，我来照顾妈，不用你管。你那个条件，你，哎，妈大病痊愈，在你那儿肯定没有回咱家好，对吧？你说呢？这样这样，姐啊，这样，妈，我来说一句，要不先让姐回家，别让姐自己住了，去，然后你呢还住我那儿，住我那儿妹妹也高兴，行不行，妈？不，我还是住你大哥那儿去吧。你们呢，都别瞎折腾了啊！你。跟高科啊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别瞎折腾啊！哎哎，妈呢？老样子，跟着我，还是回我那儿。行啊，听了吗？好，好，去你那儿。那个三江啊，哎妈，你回头把我那枕头送过去啊。行，好的妈。那个，要不你们都先走吧。我要和小西单独说几句话啊。我从你看萧野的眼神里，我什么都读懂了。不用你跟我狡辩了啊！我毕竟是你妈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啊！这件事吧，我直接跟你表明我的态度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。萧小野那儿你也不要来往了啊，咱们两家呢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任何关系都没有，记住了。妈，我真是挺不明白，你说你这么大反应干嘛呀？你喜欢小野？你别瞎扯好不好？你把我扯上干嘛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刚开始啊，我对这个小野印象还不错。可是经过这两天考察，我发现这个人不行，生活作风有问题。还经过这两天考察，你见过人家几面呀？你就说人家生活作风有问题？我比你认识的早，你不认识他，我就认识他了。你别不听啊，我还真是以过来人的身份，以你妈妈的身份告诉你啊，像这种年龄段的老男人呢，他对女人他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，尤其是像你这种比较单纯的女孩子。所以妈妈提醒你啊，不要跟他接触，避免上当，听见了吗？嗯，往心里去，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生意非常好，换台的机会也比较多。站住！所以呢，你们除了辛苦之外，你干嘛？一定要注意力集中。咱们你干嘛去？餐饮业是开车去啊？就是客服啊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啊要到展销会去看展销，你把我送过去，然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人又来了。又来着了，我求求您饶了我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不许去，不行！我在这没有什么价值啊，每个人都体现自己的价值。再说他现在搞改革，我弄不了。再说这服务员听谁的？一个饭店俩老板，一山不养二虎，就让他这母老虎在这盯着。我这公老虎我在外面想辙去，我找食。哎，谁母老虎呢？你别那么说我行吗？哼，妈，你别理他。哎呀，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高兴就好。天生就是个开出租的。妈，您要不高兴的话，哎，以后我下班的时候早回来，我蹲在门口给您当招财猫用。行了，妈，贫不贫，赶紧走。走吧。哎呀。想跟您道个歉，对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特别想请您吃个饭，我希望您能赏个脸。我还没说哪一天呢，您就说您有事儿。没事儿，那一天如果你要真是不方便或者怎么样，我可以开车过去接您的。到时候我，喂。
还用说吗？肯定是被你妈吓着了呗。这种事儿赶我也躲，谁还想再来一回啊？能接你电话不错了啊。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呀，我这种挫败感真的是前所未有啊！你都不知道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话都没说完，他当即就把我电话给挂了，就像躲瘟神一样躲我。活该，感觉到挫败了吧？还以为自己老少通吃呢吧？梁晓曦，当初可是你说萧野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。是啊，人家是音乐天才，有才华，有社会地位，还有钱。那像这么好的男人，什么样女人找不着？我受不了。那你想怎么着？我一想到他跟别的女的在一起，我就受不了。哎呦，得了，你省省吧。他都什么岁数了，就算跟女的在一块儿，还能怎么着？哎，那他也是个男的。你这话说的关键了。他不会是那种一年一次的吧？我抽死你！就你这种人是最肤浅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很现实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得了吧你，脑子被水煮了吧？怎么了？我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都不重要。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真是太高尚了。你真是太勇敢了，梁晓曦，我真是太崇拜你了。你真的是太讨厌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说正事，你说我怎么办呀？啊，都赖我妈，烦死了。找萧小野，放心吧。要是不成，你就请我吃日本料理。谢谢，真好。希望你能忘了我们之前的误会。我一个破口我都找不到。那个奇了怪了啊，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对一大叔这么魔怔呢？是啊，你说怎么回事呢？我也是，我也才发现我自己，你说我怎么能喜欢一个年龄有那点这么大？是啊，就是说呀。不过小希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基本上已经算步入中年了，其实你也就是个大婶吧。你说谁是大婶呢？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？得亏你是放在现在这会儿说，现在这会儿说我就高兴，我就爱听。完了，我看你是真的着了魔了。我就是着了魔了，怎么了？而且我自从认识了他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跟艺术擦出火花的。原来我是热爱的是音乐。我爱的是音乐家。我必须要跟你野家在一起。不是，那我问你啊，那敲三角铁的算吗？就那个叮叮。我怎么说你不会聊天呢？什么叫敲三角铁呀？我不懂什么叫敲三角铁的，人家玩的都是高雅的东西，钢琴、竖琴呀。反正就没三角铁，对吧？凡是我们能想到高雅的东西，人家全会。完了。
我发现了，只要是跟你们家这萧大才子沾上点边儿的，那都镶了金边了。那是。梁小溪，我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你啊，你再跟我提萧野这事儿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所以快叫你那萧大爷来，把你给收了吧。嘿嘿嘿，掉渣儿了。你做完没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项目非常关键，你都得给我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的来对待他。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是我对工作一点都不含糊，知道吗？梁小溪，这数怎么填呀？怎么填？你问我呀？你在公司待多少年了？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问我？得亏老板是我，不然的话就给你炒鱿鱼了。梁小溪，你别嘚瑟啊！我这让你美两下得了，人认真工作呢，干嘛呀？一掉渣了。往哪儿打呢？干嘛呀你？这是先主卧底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音乐讲座？这不是音乐会，有什么可听的？你这人就没文化，真的没文化太可怕，要不然我怎么跟你没有共同语言呢？今天要讲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《六月船歌》。在这首曲子当中啊，引子只有两小节，结尾却有十六小节。在富士的三部曲中啊，结尾往往比引子更加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听一下这首曲子。没见过您来上过课呀，如果您来过，请出示一下您的听课证。我没有听课证，但是我认识萧野老师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是他叫我过来的。梁小溪，梁小溪，我的课这么让你催眠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工作有点太累了，而且这儿挺远的，我大老远开车过，都走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课已经上完了。我呢，每次上完课以后都要留下来，感受一下。新的声音，是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的。你也蛮喜欢我的吧？我应该喜欢你吗？不应该吗？我也很喜欢你。我妈她那天就是反应有点太大了，她主要就是怕我爱上一个不能爱的人。其实你对我一无所知啊。我不用知道的太清楚啊，你知道吗？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信，只要有信就可以了。我信任你，小溪啊，你像一团火，很旺很烈，但是熄灭的也会很快。我和你不一样，但我不是小孩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呀。也许我们的感情是错的，因为你们家不会同意的。
时间会让你思考是对是错，我会等你的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再会比这件事情更对了。忙着呢，忙着呢。小西呢？我在这等你半天呢。没限制啊，今儿我请客。哟，这是吹的哪门子风啊？你这找我来聊这个，不会就为请我吃顿饭？我有事儿。哎，你认识一个作曲的叫萧野吗？听说过，听说过。肖邦啊，人家这是中国的肖邦，本市的肖邦。哎呀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那我知道什么意思，你这么跟我说不就得了吗？就相当于是奥拓的哥哥是奥迪，你这个道理我会说话不会说话？哎，一样嘛。他是你男朋友。小点声，我大哥一会儿听见了，我跟你说这事谁都不知道啊，不许跟三娘说。谁都不许说。哎，咱妈上次住院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事儿，我妈也知道我喜欢萧炎，被气的。哎呦喂，那事儿是真的呀！我说上次三娘回来就跟我说，说被妈气的，哎呦一惊一乍的。我还想什么事儿呢？这，行啊你！哎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坐下。哎呀，你这是多大点事儿，你就跟我这么卖关子？我这好奇心一旦激发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我难受，我要抓心挠肝的。快，啥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初期阶段，暧昧期，就是那个心底的小鹿砰砰砰的乱跳，摸摸小手啊，亲亲小嘴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没你说的那么。两个现在吧，有点复杂，就是有点像你跟三江似的，我们之间在年龄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，对，所以他可能这方面想的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这根本都不是问题，只要有爱，这算什么呀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等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，你说这个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与时俱进，什么年龄啊、距离，那都不是事儿，有爱就够了。在真爱面前，一切全都是浮云。你居然愿意等他，看来你这次挺认真啊。我哪次不认真呀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哪一次不认真？你哪一次都很认真，就好比那个楚孝风啊，你也很认真。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谈论我青史这么大声，你是恨不得全桌人都知道是不是？没人听。那咱翻篇，咱不提过去事，咱提现在，行吧？那这个肖邦的弟弟奥拓，这话我不爱听啊。那你这个伟大的音乐家的情史，你了解了吗？他有几个孩子啊？生了没生啊？结过几次婚啊？你是三八大姐吧？真的行？我了解人情史干嘛呀？我们现在应该看的是现在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展望未来，我们要往前看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梁小溪同学，快给我！恭喜你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拿住你的人。这个人呢，能控制你的情绪，能把握你的思想，同时呢，还能把你改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这事你千万千万得替我保密，谁都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你别你跟三娘好了，得把我这事儿都给我拖拖出去。什么时候得我就给拖拖出去？我嘴多严呐，时间上我顶多说你家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一定不会跟你说的。这事儿，我支持你。点菜。阿姨，爸来。妈。哎，你媳妇回来没有？